大家好，我是史考特，欢迎收看一分钟健身教室。你会不会觉得起床很痛苦，白天总是无精打采，工作难以专注，只要坐车或者是吃完饭坐在椅子上就会不小心睡着吗？小心，你的睡眠可能出状况了。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能够让我们一整天都有精神，专注力跟心情都会更好。而睡眠不足不仅会减肌增脂，甚至会增加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失智症的风险。我曾经在 podcast 上听过一位研究睡眠的英国学者说，你一个礼拜不运动基本上不会怎么样，但是连续一个礼拜都没有睡饱，哇，那你的认知功能呢，会迟缓，胰岛素敏感度会变差，对病毒细菌的抵抗力会变弱，肌耐力跟运动表现通通都变差，整个健康都大受影响。在今天的影片里，我要来介绍睡眠的科学知识，光照是如何影响睡眠，为什么你晚上会睡不着，早上又爬不起来，我们日常生活可以做哪些事情从源头来改善睡眠品质。今天的影片有点长，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开始咯。人的睡眠是如何调控的？人的睡眠是由精密的神经及荷尔蒙机制来调控的。第一个系统叫做睡眠驱动系统。在我们清醒的时候呢，神经细胞会累积一种叫做腺苷的代谢产物。腺苷会让大脑产生睡眠压力，清醒的时间越久，腺苷的浓度就越高，我们就会越想睡觉。当我们终于累到受不了了，上床睡觉之后，腺苷又会逐渐被代谢掉，等到神经系统的腺苷降到一定程度之后，人就又醒来了。睡眠驱动系统的运作相对简单，很好理解。顺带一提，咖啡因是一种腺苷阻断剂，所以喝咖啡会提神，让人丧失睡意，是因为咖啡因能够抑制腺苷的作用，把睡眠的驱动力暂时挡住了。但是请注意，咖啡因的效果是短暂的，而且治标不治本，喝咖啡并不会减少你对睡眠的需求。这个就像下大雨淹水的时候，我们在门口堆沙包，虽然能够暂时挡住洪水，但雨越下越大，水越淹越高，没有把水沟疏通，迟早有一天水还是会淹进家里一样。除了睡眠驱动系统之外，我们还有第二个睡眠控制系统，叫做日夜循环系统。大脑的下视丘里有一群神经细胞，作用跟时钟一样哦，他们会根据外在的日夜循环来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这群细胞会不停地从周边的环境获取资讯来校正生理时钟。他们要怎么获取资讯啊？答案是透过眼睛。视网膜上有一种特制的细胞叫做内在光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它们并不像杆细胞或者是视锥细胞一样会将进入眼球的光线转换成影像。他们的工作是侦测外在的光线，让大脑判断是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当太阳升起，光线进入了视网膜，提示这个日夜循环系统现在是白天，该起床咯。相反的，夜晚没有光线的环境，提示日夜循环系统说现在是晚上，你该睡觉了。大家有没有觉得夏天总是特别早醒，很难睡得安稳？这个是因为夏天天亮的早，所以大脑也会比较早清醒，冬天天亮的晚，早上也就比较爬不起来。当我们搭飞机出国去到不同时区的时候，总是要花个几天时间才能够适应当地的作息，就是因为日夜循环系统一时反应不过来，这个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校正到当地的时区。这边再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日夜循环系统在清晨五六点以及下午的一到三点时活动是最弱的，吃完午饭会想睡觉，这个未必是吃太多淀粉了。还有熬夜念书轮大夜班的工作者，到了清晨天快亮的时候，通常是最难熬最想睡觉的，这个也是日夜循环系统在作祟。所以根据统计清晨五六点是交通事故的高峰期，像前阵子有一个校车的翻覆的意外事故也都是跟大脑日夜循环系统的运作有关哦。为什么睡不着又醒不来？许多朋友到了晚上11点呢，还是精神亢奋没有睡意但是早上7点该起床的时候却又爬不起来。常听这些朋友说我的时区是在美国，这个叙述非常正确，因为它的日夜循环系统与实际的时间产生了一个落差，生理时钟不准的啦。不过多数人其实是在印度时区而不是在美国时区，因为印度的时间比台湾慢两三个小时。这些朋友周间上班很痛苦，白天打瞌睡，晚上却精神亢奋，到了周末不用早起，总算可以回到印度时区结果凌晨3点才睡觉，快中午才起床，反倒觉得神清气爽，有睡饱。这个是因为你的作息时间总算符合日夜循环的系统的运作，总算回到自己的时区了啦。如何重设生理时钟？为什么人体的生理时钟会乱掉？明明住在台湾，却过得像在印度。聪明的观众们应该已经猜到了，原因是出在光照。以前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早上的眼睛呢，接触到阳光，大脑就知道要清醒了。在工业时代以前啊，人们晚上是没有日光灯的嘛，顶多就是点个蜡烛啊。古人甚至有靠月光在念书了哦。少了光线的刺激，大脑就知道说，是晚上咯，该睡觉咯。于是哦，眼皮好重，不停在打哈欠。但是啊，工业革命之后，大量的工作由户外转移到室内，白天待在室内，没有足够的光线照射，大脑就昏昏沉沉的，好想睡觉。但是呢，傍晚下班之后回到家，把电灯打开，一直用手机在追剧哦，眼睛又暴露在明亮的光线之下，大脑又以为说哦，现在还是白天，所以到了10点、11点还是不想睡觉。研究显示，夜间暴露在明亮的光照下，会把生理时钟调慢2个小时，刚好就是台湾跟印度之间的时差。但是如果早晨啊暴露在亮光之下，则反而能将生理时钟调快1小时，还能让我们晚上睡更好。睡前使用手机则会让我们越来越晚睡，睡眠品质下降，甚至连记忆力跟专注力哦都开始衰退。那开灯不就好了？这时候一定会有人问啊，我白天办公室都有开灯啊，也很亮啊，为什么我还是想睡觉？这是因为大脑只对特定强度跟波长的光有反应。第一哦，室内的光线强度不足了，不足以校正日夜循环。在天气好的日子里，从室内走到室外，通常眼睛会一下子张不开，需要适应一下才能够睁开眼睛，对吧？这是因为太阳的亮度往往是日光灯的百倍以上，晒太阳才有效，晒日光灯没有效。但是因为人的眼睛跟大脑很厉害哦，能够自动调节瞳孔的大小以及对光线的敏感度，所以我们主观会感觉不出来说室内外的亮度有差这么多。喜欢摄影的朋友就一定知道了，在室内室外拍照，那个光的设定差很多的，因为照相机没有像人的眼睛那么厉害，能够自动调整曝光。第二，内在光敏感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啊，只对于波长480奈米附近的这个蓝光有反应。如果今天你的照明波长是黄光、绿光、红光，那个是没有办法校正日夜循环的。而且光的波长没有办法用肉眼来判断，肉眼能分辨的是色温。我们知道哪一盏灯比较黄，哪一盏灯比较白，但是色温是由多种波长的光线混合而成的结果。这个好像用水彩笔啊去调色一样，我们只看得出最终的结果，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白光里面有没有480奈米的蓝光。蓝光是不用喝的咖啡因。蓝光不仅能够调整日夜循环，让我们白天醒得来，晚上睡得着，蓝光还能够提升精神跟专注力哦。我认为蓝光是一种不用喝的咖啡因。研究显示，蓝光能够提升反应速度，增加警觉性跟答题的时候的正确的比例。蓝光还能够跟咖啡因有加成效果。国际太空站上太空人所做的研究也发现说，蓝光照射能够增加他们的认知功能，减少与昏睡有关的脑波。所以说我这边也建议大家，小朋友上课写功课，或者是大人在工作的时候呢，尽量靠近窗户一点，用太阳光来提振精神。如果没有办法接近窗户，那至少要把室内的灯啊开到最亮，而且装上富含蓝光的灯泡，这样子才能够增加你学习跟工作的效率。蓝光不伤眼吗？蓝光能够提神醒脑，可是蓝光不是很伤眼吗？暴露在蓝光下，这个真的好吗？我们直接引用国际照明委员会在2019年发表的声明哦。声明里指出，在一般的照明环境下，蓝光并不会伤眼，会伤眼的蓝光强度非常高，是会让人睁不开眼睛的。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人刻意去盯着这么亮的光源看，那个会让你眼睛很痛。美国眼科医学会的网站也说啊，没有证据显示3C 产品的蓝光啊会伤害眼睛，盯着荧幕看太久哦，眼睛会很酸，那个是用眼过度了，那个不是蓝光的错。总结来说，在一般居家的环境中，日光灯荧幕产生的蓝光都不会伤眼，大家可以放心。如何改善作息符合日夜循环？校正日夜循环，让我们白天清醒晚上舒眠的最好方法就是多晒太阳，而且最好一起床就晒，整个白天在做好防晒的前提之下，也是晒越多越好。日落之后呢，就尽量少接触照明，把家里的顶灯都关掉，只留下台灯或者是角落的间接照明，手机荧幕呢调到最暗，能够不用是更好。但是我也理解，这个对大多数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切实际啊，我白天都在办公室打电脑，位置根本没有窗户，还好精心设计的人造光源，也能够达成跟晒太阳一样的效果。台湾的舒活室针对现代人日夜循环的困扰，设计了节律矫正灯以及节律光洒器，这两个产品我现在每天都在用。
舒活式节律矫正灯能够针对日夜循环给予使用者相对应的光照。白天工作时，它能够产生1800 lux 的高照度，比一般台灯、日光灯都亮很多，而且富含波长460到500纳米之间不会伤眼的蓝绿光，能够充分的刺激视网膜细胞，让大脑进入白天清醒的模式。我觉得蓝光啊，跟喝咖啡一样有效。你只要坐在台灯之下，5到10分钟之内就会觉得非常的警醒，专注力跟工作效率都很好。到了傍晚或晚上啊，舒活式节律矫正灯会降低照度，滤掉蓝光，减少对视网膜的刺激，不会影响睡眠。舒活式节律矫正灯还内建时钟哦，会模仿太阳的日夜循环，自动调整光照的强度跟波长。不管你是早鸟5点半起床，正常6点半起床，或者是夜猫子8点半才起床，它都会在起床前的30分钟逐渐的调亮，就像太阳升起一样哦，温和的唤醒使用者，不会像闹钟响哦，把睡眠突然打断。舒活式节律矫正灯可以作为工作的台灯，也能够作为床头灯，超低照度的夜灯模式哦，让你半夜起床上厕所不需要摸黑。拿到这个产品之后，我真的是每天都在用。我喜欢早上起床先在台灯下回讯息、回 email， 照个10分钟之后啊，就完全清醒了。工作时使用，专注力又特别高，尤其是午餐吃饱之后，特别容易昏昏欲睡那段时间哦，用起来是特别的有感。到了晚上大概9点，小孩上床之后，深沉的睡意哦就会开始袭来。所以现在我比较少利用晚上工作跟运动，早早就上床了，上床之后也是瞬间秒睡哦。白天有精神，晚上好睡眠，真的是一个日夜分明的作息。使用节律矫正灯呢，还有个好处就是它没有紫外线，不会伤害眼睛跟皮肤，而且不会热。舒活式节律矫正灯的原价是8800元，我拿到的特惠价是7480，相当于打了85折，现省1320，欢迎大家购买。今天的影片比较长，感谢各位观众一路看到这边。合适的光照对于人体健康真的很重要，相关的科学研究也都是近10年来才被发表的，这些资讯都很新哦。我在制作影片的过程中也学习了不少。最后，如果各位没有买产品，那也没有关系了。我建议大家每天早晨哦，都花个10分钟的时间到室外晒晒太阳，白天一样哦，一有机会就靠近窗户，或者像外国人一样哦，带着午餐到公园去吃，这个对睡眠跟整体健康都有很多的好处哦。好，谢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请别忘了帮我订阅跟按赞。我们下次见，拜拜。